哇，栩栩如生，这是我的老朋友了，江再红老师。老乡好，老乡好，老师好，老师是江绣的国家级传承人。哇，这是您的作品？是的，是的，这一个就是那个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全长是12米，成品是13米，按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原画的等同比例绣出来的，用了2237天。 绣了1460万针，太了不起了！真是一幅巨作，太好了。哇，这个是您的作品吗？老虎也是，对我们乡下的就是一个字真。通常看到乡绣都会形容是绣花能生香，绣鸟能听声，绣虎能奔跑，绣人能穿绳。 你看这眼神都能绣出来。对呀，感觉这个虎视眈眈。对，山羌猛虎。我们就是有独特的这种蓬毛针，那么这种特点呢，就是绣出来，就像针毛一样，一头扎到那个肉里面，一头蓬起来，非常的逼真生动。这湘绣啊，过去人们认为就是清末才有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长沙的战国墓里面，特别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了2000年前的这个绣品。 所以的湘绣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。这个是我儿子做的设计，这是您儿子吗？对。然后这个设计的作品理念也就是以非遗的中国为核心为主题，周围都是来自于湖南各地的非遗传承的手掌印，寓意着我们这些非遗项目也可以一直手手相传下去。嗯，这样好。也请三位移步到这一块，然后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最后一道这个程序。哦，就差我们仨的手印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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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传承非遗匠心，让我们薪火相传，心手相牵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